这个红线是不能挂画的，就是哪怕画那些大的画，一张都挂，因为你只要一挂了，它像那个头顶啊，就变成了一个圆弧。如果是展厅是这样的话，我非常想在一个非常庄重的这个一个空间当中加一个斜墙，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这儿，想改变它这个空间。所以这里呢，也都是根据现场啊，就是阿伯原来想象的啊，比如说看这儿可以看这头，然后看这头，转过来之后它背面或什么，其实它都形成一个咱们说的一个观众流线，然后再顺这儿呢，就是背后的一个圆，然后进入这么一个厅。将来这个厅就对面的道理是一样，就是一个屏幕一张画。然后那面的画这儿有一个墙，我们是吧？也可能做一个什么东西把这画搁着。就等于说这棍在这儿，然后一拿出来呢，它一放呢，它是这样。这桶的外形就不一样了。接缝，这些有失落啊，这些地方放之后，而且呢，等一会儿我就做给你。你接一米啊，把那个那条拿着，把排名的重要物，这个。这个不管就是因为他没有啊，马上这个现在就帮忙翻过来，翻过来之后呢，整个用尺量，把它全打开之后，从这黑的开始，看是不是40米，然后呢再量一下这个是不是36米多，三十六米多。声音就从这儿开始，将来会有一个外来概念吗？就是从这站位。
中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历程。韩冰的这展览，作为各个院校，包括学绘画、学设计的人，都要懂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好坏的标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国家在审美领域就会进步了。这是一条东西方文化理念在弹评艺术人生中融合之后的一个表现。你好，这个作品看起来非常的脆弱，但是里面的话这是一个 donating 的证书。